伦敦设计双年展在索麦塞宫登场，今年共43个国家、城市等地区参展，台湾也没缺席，首度以台湾馆形式参加。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今年能够以台湾馆的名义来参加伦敦的双年设计展。那这次的这个艺术的呈现，我们能够跟这么多国家一起来参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为呼应本届伦敦设计双年展的主题“情绪状态”，受邀参展的艺术家吴振章和许哲瑜两位艺术家以台湾经验出发，不同于声嘶力竭、澎湃的情绪展现，他们用亚洲社会的方式表达情绪。我当然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用光线的方式去处理情绪的这个问题，也是回应这次展览的那个主题。那我们这个片子主要就是想要拍摄这种就是个人记忆跟这种公众媒体之间的这种交织的关系。策展人苏晨普表示，透过当代艺术传达一些在台湾没有被发现的或是隐藏在情绪之下的声音，希望借由当代艺术的引领说出自己的故事，让情绪可以在这里交流与汇集，也将台湾当代艺术的软实力推向国际。